好了，我大冤种又回来了。我们本期要抽奖的是2月29日发布的视频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幸运观众是谁吧。好嘞，参加本期抽奖的一共有57名观众，让我们洗牌三次，确保本次抽奖的公平性，走起。好，恭喜 user WD9 成为本期的幸运观众。大冤种最幸运的一句名言，机会留给有缘人，看来你就是本期的有缘人，哈哈哈哈。感谢简子晨的厚爱，恭喜你中奖，请把你为第65期视频点赞的截图和你的油管 ID 截图发至 wifiandmeslots@gmail.com， 大冤种在确认你的身份之后将为你颁发奖金。答谢7000订阅的抽奖还有最后两期，有请我的夫人为没中奖的各位送上祝福，希望下次得奖者就是您，行动要快哦。哦，小精灵来了，强制中奖怎么说？哦吼，这边 miner 是29.26元 ，mini 是6.87元哦。这边有6元一注下机了，1.5元下机。我们这边试一下20转，看看运气如何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19、20，急急进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刚刚测试了那台的小机人，这边看到，miner 39.85元 ，mini 是23.92元。之前有一个人玩了很久都没有中，让我们看这边，我们直接20转中注，看运气如何。一个，两个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。19、20，急急进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OK， 我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这边是 miner 50.41元 ，mini 19.19元。有人下1.2元一注，最后是2.5元下机了。我们这边来一个20转中注，看看运气如何。
熟悉。第一次，我们之前是测试了两台小机器人，然后之前也是在这几台上玩过，但是没出东西。现在我们过了好一阵又回来，看看现在运气如何。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还不错哦，超过十倍了，策略成功，走人了。我们在那边捡到了一个十倍以上的 Line Pay， 不错哦。这边也是有人一块一注，6.55下机，我们这边也是同样20转。OK， 走人，一个，两个，哦，小机器人来了，强制中奖怎么说？好嘞，策略成功，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呜呼，我们加了12个游戏，各位你敢信？一个 gold bar， 15块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小金珠，300金珠哦，各位。OK， 四条九四条圈都连上了。四条勾连上了。三个游戏怎么说？呜呼，又加了5个游戏，各位。哇，怎么说？哇，5条9连上了，这个好哎。非常不错哦，又是一个 hand pay 了。还有2个游戏怎么说？哦，这个也可以哦。哇，钱币连上了。最后一个怎么说？哦，这个也可以哦，又是一个钱币。Thank you very much. Jackpot winner.Can you please grab a 5 for yourself? Thank you. Thank you. Cheers. 刚才小机器人我们拿到了一个
Hand Pay， 这边是 Mr. Cashman， 有人七毛五注六毛八走人了，这边我们直接二十转，看看运气如何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急急紧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可以帮的这边测试了一下二十转没有结果哦，这边是有人七毛五一注，一毛五下机，还是二十转。走起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怎么说 ？OK， 差一个哦。遇到 Tether 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OK， 之前玩了一个 Mr. Cashman Link， 这边是有人一块两毛五一注，十三块十四下机。我们这边试一下二十转，中不中？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也快十倍了。OK， 策略成功，走人了。OK， 刚刚玩了一个 Stinky Rich， 这边再到 Luxury Line， 有人三块七毛五一注，然后是两毛钱下机了。我们这边来一个二十转中注，这边是 Grind 四万一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四，十五，十六，遇到 Tether 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OK， 之前玩了一个 Luxury Line 哦，这边是来到了 Our Board， 然后有人一块钱一注，二十一块二毛九下机了。这个人也是好多把没东西，我们看这边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收获。二十中注，走起了。OK， 遇到 Tether 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刚刚玩了一个 Our Board， 遇到 Tether 了，这边也是有人
20块6毛2下机，之前玩了半天没东西，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什么收获啊。20转中柱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遇到 teaser 了，大家看到没？遇到 teaser 就走人，机会留给有缘人。最近大人种看到一句醍醐灌顶的话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注意你，你死了以后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你。亲爱的，请相信我，除了生病以外，你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，而非真实存在。你现在要在乎的无非三件事，你的钱，你的健康，你内心的平静。不要相信压力会转化为动力，你的压力只会转化为病力。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，没必要，不至于。因为内心一旦平静，外界便鸦雀无声。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，2024年的你势不可挡。点赞了吗？订阅了吗？快点，下次再来哦。